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奈普登周刊第439期，态度对了就对了，开启自我驱动力第33集，自我精进的十大信念。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，让自己的烦恼与人际的困扰越来越少。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一定很关心啊。那我先讲一下我们的封面啊，你们看到一朵扶桑花啊，它在动啊，所以不是你头晕啊，也不是你的桌子在摇，更不是地震啊，这是一个影片。因为现在网络的资源越来越多啊，有时候插图插多了，我们现在插影片啊，像微软啊，还有很多提供很多很多的线上资源，有很多漂亮、很好、很动人的影片啊，所以未来可能会放一些影片。好，所以这是影片，它在动啊，随风摇曳的花朵啊。我是高明志。自我精进的十大信念，那今天来到第九条，让自己的烦恼与人际的困扰越来越少。我相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。来聊三个小故事啊。全家到韩国旅游，出发时在桃园机场，太太以1元新台币换34韩元，换了一些钱。女儿说太贵了，太太说没关系，给银行赚一点。我们赚方便啊，这很有趣啊，就是我们往下看，到了韩国明洞，整条街有非常多的啊换汇的小店，我们一路逛一路走到最里面啊，最后换到1元新台币兑36.9韩元，隔天我精算一下，实际上只有新台币几百元的汇差。结语是要会打算，但不要过度精打细算。旅行的便利性、气氛、体力负荷、时间消耗、安全性等都要列入考量，不要单以金钱作为唯一的衡量。我跟我太太啊，我们有这个将近30多年的自助旅行的经验啊，已经旅行很久了啊。那我女儿也跟着我们，但没有我们久。那有时候我们一起旅行也是会有啊。那这个旅行当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了啊，有时候你还没到那个国家就先换一点当地货币会比较方便，这是我太太当时的考量。好，那叫做便利性啊。那我有时候觉得氛围很重要，不要为了这个汇兑啦，或者为了坐车啦，为了去哪里在那边吵架啊，这样就不太好啊。所以这一集要谈的是什么？这一篇的啊，这一段故事要谈的是价值判断。所有的决策背后都有价值判断哦，你考虑到钱，考虑到汇差，有人考虑到便利性，有人考虑到体力，有时候走不动啊，你干嘛走那么远去换钱啊？顺便去观光还可以，可是也不一定要走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万一那边很危险啊，等等啊，这是安全啊，或是时间消耗啊。你虽然少了多赚了300块，可你时间假设多消耗一个小时，那天是没有那么久了哈。那不划算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出国去玩，你就把时间放在这个换汇上，这绝对是不划算的事情啊！等等，可是有人就会为了一点点钱啊，他就跑很远啊，然后去汇率换好一点啊，等等，这是很有趣的啊。消除烦恼与人际困扰的方法很多，最近有一本书就收录30个教你啊如何不再自寻烦恼的生活态度。当烦恼来时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讨厌，让他去，自己不烦，不要责怪他人啊，埋怨环境啊，就不要埋怨环境，要感谢使你产生烦恼的人事物，因为他们是在帮助你进步，久而久之，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少啊。我是摘录了几个，那你看哦，这静思语说，能付出爱心就是福，能消除烦恼就是慧，所以我们要多修智慧啊，多闻法，对不对？就会有智慧，就消除烦恼。那坊间呢有很多书，我写文章的时候是有一本叫有30个教你不再自寻烦恼的生活态度的书，结果现在这本书是有44个，好，44个。那这边还有日本的一休和尚啊，这个他就写了这个一本消除烦恼的练习册啊，消除烦恼要练习的，就跟修行修炼是要练习啊，就跟禅一样啊。那这个你有定力啊，禅定当然也会消除烦恼啊。那
那重点呢啊，就是还是回到修这个心呢、啊，自己的心，万法唯心造嘛啊。那这个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事物，你说你忍耐，你说你忍耐过了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修忍耐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从年轻求学阶段就喜欢老庄跟禅学，开始工作后研究人际关系、沟通、EQ 等，现在则专心学佛，并把佛法与生活融合，化解生活中的烦恼。其实这些思想有一些是相通的，学通了心就通了，烦恼就没了。所以有时候简单讲就是说，这个心量放大一点，心放开一点，就看开一点，那小事不要计较，大事呢，大事就好好沟通吧，就是要有共识等等，重要是你的态度。所以我们不是说态度对了就对了吗？这很重要。老子说，上善若水，柔弱胜刚强，可惜懂得运用的人很少，多数人以为大声才会赢，其实是不智的。那我先讲到这一段，下面是一个故事。这个上善若水，柔弱胜刚强，这因为我从年轻我就很喜欢老子，还有庄子，这些禅宗我都很喜欢。那现在是喜欢这个佛经。这个上善若水，柔弱胜刚强，意思说要柔和了，学习水的什么随方救援，随顺因缘，还有柔和，还有弹性能变嘛？你看它放在什么容器就变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都需要水啊，你要被大家需要啊。还有柔弱胜刚强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练空手道，那这个练刚柔流的，就是刚跟柔，空手道是比较刚的，可你有时候要练习一些内功，太极拳之类的，气功，然后柔和的柔弱胜刚强。我从很小很年轻我就相信这句话，的确是这样。我都以为，这个力气啊大声 啊就会才会赢，其实不是，要柔弱胜刚强，好好去体会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位员外，他乐善好施，护持三宝，经常到这个家里附近的一间庙去祈福。有一年过年，老住持送他一盆牡丹花，哇，他很欢喜，带回家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你看牡丹花很美，看到这边，他的朋友来访，哇，看到牡丹花高雅亮丽，可惜叶子被虫咬，有些残缺，对他说，牡丹代表富贵，你这是富贵不全，哇，员外听了立刻将牡丹花拿回去还给住持。老和尚就告诉他，叶子边缘掉了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这正是富贵无边的象征。哇，员外听了又非常高兴，就又很欢喜的这个带回家去。所以到底是富贵不全还是富贵无边呢？人的烦恼来自于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同样的牡丹花到底是富贵不全还是富贵无边，能够善解包容转念，心正就清净，就没有烦恼了。人际关系也一样，心中有法的人可以转烦恼为菩提，否则心被境转，苦恼不已。所以要修炼到心可转境，不要被境转。就像一盆牡丹花嘛，你就爱它欣赏它，哎，这老住持送我的，你看多好 啊这个等等多美 啊都往 正面的去想就好了。那叶子掉了，这是自然法则嘛，这有花开花谢总是 会落的，你心中的花不要落就好了，好，心中永远都是清净。那再来，有一个小故事，不算小故事，来一个小问题。有读者问，面对亲近的家人对于他们的不良习惯，抽烟喝酒等，该如何做才能让对方改变？那这个说是小问题，有时候你一直看不惯它就变大问题，那也是很麻烦。关于这个问题，要先改变的是自己，自己先改变，别人感受到你的改变，被你的改变与真诚所感动，他们也会自己调整与改变。声色要柔和，要从对方的角度看，要有耐心，要用对待出生婴儿的心去对待对方，疼惜对方，与之互动。我想我这个答案，如果
跟你讲啊，你可能想说这在讲什么，或者这做得到吗？哈，你做不到，他就不会改变。好，倒带一下啊，你看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的家人呢、啊？可能是你先生啊，或你这个通常是先生啊，男生比较多哈。好，他抽烟喝酒，我们就讲这两个，我是都没有了哈。那如果我有个坏习惯，那我的太太一天到晚就念我啊，你这个你不可以抽烟，你不可以喝酒啊，你不可以怎样哈，我是都没有。可是好，你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的，哇，一直念一直念，我一定很烦呐、啊。啊，或倒过来哈，如果你先生念你啊，叫你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的啊，不可以买衣服啊，不可以怎么样啊，不可以买鞋子啊，好，你会改吗？你可能也不会改啊。这个，所以要先改变的是自己啊。我这答案我再讲一遍，这答案是心法啊，一定会有效，但是你重要是你做得到做不到，你要自己先改变啊。你要站在对方立场，第一行，你讲话你可以很柔和的讲嘛。你有时候光是这个修炼，我看你要修炼十年啊，会做得到，十年不晚呢。好好修炼，不要一辈子都做不到，下辈子还做不到，那就惨了啊。要修炼柔和啊，好，讲话要柔和。要真诚，然后要看你先生需要什么。假设我们就先生了，太太跟先生好了，这个问题是太太问的哈。那太太，你先生如果他最喜欢你这个陪他啊，你就陪他啊。这个把家里整理好就整理好啊，煮好吃的菜准时回来煮饭啊，不要再忙自己的事哈。你这些都做到了，假设啊，你这些都做到了，哇，那你们关系很好，他也很爱你，很信任你哈。哎，那。你该做的都做了，然后他都满意了，都满足了。那，哎，你用很柔和的声音跟他讲，他听一听也有道理啊。你看太太对我这么好，那我就改吧。这方法只有这样，哎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但是一般人做不到，只会看到别人缺点，看到别人指责别人，指责别人。那烦恼的是你自己，你永远就烦恼，永远就烦恼啊。就那对方也不会改啊，就不会改。那我这里写说要用对待出生婴儿的心去对待对方，疼惜对方。你有婴儿我们都可以包容他、啊、你看婴儿他这个啊，动不动就哭啊，不是动不动，他其实是尿布湿的哭啦、啊、肚子饿的哭啊等等，他不会讲话嘛啊，可是我们都包容他。可你有包容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嘛啊，你的朋友嘛啊，你的法亲啊，你的同事，你的主管啊。孙子兵法说士卒如婴儿，士卒如爱子、啊、对待兵卒对待部署该如此，何况是你自己最亲近的家人、啊、士卒如婴儿，士卒如爱子，它有什么不一样、啊、其实我刚才用的就是这个、啊、就是说刚才就是说你把它当作他是小 baby、啊、小 baby、啊、大家都人见人爱、啊、士卒如爱子、啊、刚才婴儿是小 baby、啊，爱子是说你有五个孩子啊，这个孩子是你最爱的一个啊，就是你最爱的孩子，要用这种心，就是他是你的最爱嘛。好，我们常常说啊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你是我的最爱，他不是挂在口头上的，他是你要落实要付出行动啊。所以对待带兵是这样，带人是这样啊，那何况对自己亲近家人呢？你为什么不能把他当你的最爱？他真的是你的最爱啊，可你如此对待你爱的人，这样对吗？先修养自己，做到柔和善顺，忍怒无嗔，心意不惊。这华严经的经文，经文通常有大力量，你可以做到柔和善顺，忍怒无嗔，心意不惊。那这个你自己的福德智慧足够了，人与事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变。祝福大家都能够修炼柔和善顺，忍怒无嗔，心意不惊。那你就会人际关系越来越好，烦恼越来越少，祝福你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奈普敦周刊，就请你按赞，或是请你订阅，或是转发给你的好朋友，感恩。